来，我们今天讲的是扭转的部分。来，介绍就是描述扭转的基本概念和其在结构和机械设计中的重要性。好，圆柱体的扭转变形。讨论当圆柱体受扭转时的变形行为，介绍相关应变与角变量。角变形的公式，比如说，等于这个背起来就好了。这样，好。来，那三之三也是背公式，好，帮我要记，一定要记这个哦。好，然后tau max。好，就这样。三之四。公式，就帮我记 TLGIP， 好，就这样。那么接下来就讲到三之五、三到三之七，我们就不讲了，我们就直接讲三之八。好，好，帮我记这一个。好，就这样。那剩下的我就不再讲了哈，就没有很重要的。好，除非你真的对研究所那么有兴趣，否则很多章节、小节其实没有很重要。好，那对我来讲没有很重要了。好，那今天就到这边结束，谢谢大家。